去曼谷大约用多久呢？去曼谷大约用2小时。你开车去吗？去。如果开车去不到2小时吧。如果堵车，大约用2小时。如果不堵车呢？如果不堵车呢？不堵车，就不到。不到2小时。那如果坐面包车去的话，用多久呢？如果不堵车，大约用2个小时。堵车。如果堵车，大约用2个半小时。你觉得曼谷远不远？我觉得曼谷很近。很近。那你要不要每天去曼谷呢？不要。不要。